Line. Line. Line.出去，就是我要环岛这件事情。我现在很紧
紧张，因为我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，也许就是哦超屌二三十台，可也许只是大概一两个人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集合点了 ，Let's go！ 现在就是出师不利，第一天整个大暴雨，我刚刚其实蛮紧张的。我中间有一段路是很多车子的时候那边熄火，约定的晚了半个小时。我的车友，你们在哪里？我第一次把那个水喷到我脸上。哦，大家下雨天不要乱环岛。等一下，没事，停哪里？停哪里？什么东西掉了，什么摔车很紧急的事情，就常按喇叭这样。摔车我应该按不到喇叭。拜拜，加油！谢谢。为什么有红包？平安红包，平安红包，好，收了会平安。一二三，爱心加油！大概两小时吧。真的假的？差不多吧。你们等两个小时，蛮累的。可是我觉得骑到桃园，感觉特别不一样。看一下后面 ，Rakuten 是我们的主场，第一站桃园，终于到了。好累哦，大家不要轻易尝试。我的腰好酸。他们想说我三点半出发，然后四点我应该就会到了，结果没有哎，四点是开车的时间，你要算上。骑车的时间加上新手骑车的时间，等了两个小时，为什么有红包？太突然了吧！四点等到现在已经七点了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我们的领头羊，他们就骑红牌，然后他一直这样，他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在看我，没有跟上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明天见，拜拜。那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吧？耶！我常逛的中立夜市。球赛结束都会来这边，周八十五。亮亮郭富城哦，但我觉得苏有朋也蛮像你的。你灿笑，有啦，像。我们穿这个环岛啊，敢不敢？你要买哦？你真的假的啦？我穿你就穿，怎么样？那你买狮子王，我买史迪奇，要不要？我送你一件呐、啊，你穿呐、啊。我买你真的要穿哦，老板。不用穿外套了、欸，这个其实真的够了，因为今天桃园阴天。
尴尬，对不对？今天18个人哎，昨天还要多哎，是跟我的车子很搭。哎，那台红色是谁的啊？真的很帅哎。你昨天不是在打麻将吗？我想说，我昨天回去找你，我今天要帮你送行。你该不会九点就在这里了吧？你是迟到半小时，我有点不是很开心。罚他罚。我每天都有在进步，那是要一起出发吧？没有，我开车。那我车给你骑啊。哦，你想要开车？我昨天才骑两个小时，我大拇指现在也在抽哎。这样睡，然后就觉得很痒，这边一直有人在动，就是我大拇指。不是大拇指，就是手一定是大拇指了。没有大拇指的话，哪里有大拇指？对，他们要陪你骑吗？这台要跟全程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这件很防摔耶，你看我的，我这不是一般的打球的护膝。我送你小礼物。下旋的眼罩，因为要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得很好。我以为你要我骑车的时候戴着，增加挑战性。哎、欸，很可爱哎、欸。对，连在这腿，连在这腿，就算在书画上面飞掉，你也要我要跳车去捡。就祝你们顺利了。哎、欸，你很棒哎、欸，八哥。祝你顺利。台中的路上，但是它引擎灯是亮着的，我有需要去检查一下吗？没关系，申请。问一下，你的钥匙有放在手机旁边吗？有哎、欸。不能放在旁边，会感应不好。继续出发了 ，Go！ 环岛中帮我加油吧，加油！我们也在环岛，快到好望角了。野餐，超级多人的啦！现在在彰化的八卦山，想要等一下日落，看有没有机会，因为天气变好了。刚有个人从山丛杀下来，然后一路追，我们都追不到。就在刚刚我们到八卦山在拍照的时候，他突然冒出来说：“我终于看到你了！”我们拍完照之后，他又要骑车回台北。对的吗？那可以。
太好笑了。为什么要说甩？林志颖，请。